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教这首《姑娘十八一朵花》，64拍单方向。现在开始教啊，第一个动作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。OK， 这边是前奏，这个是前奏三个八，继续第一个八开始啊，准备。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 7 8。 OK， 这个已经加多两个八了，第四个八了，对吗？它的动作可以跟看慢慢看就可以看得懂了。 OK， 接下来动作啊，第五个八向右走，准备三四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继续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。 OK， 这个是另外一个动作，它每个动作是重复，有重复两次。 OK， 再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向前跑啊，向前走，准备三四，1 2 3 4 5 6 7 8，退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退2 3 4 5 6 7 8。 OK， 这个整个舞蹈就完了。 OK， 这样我们就要听音乐跟着他做就可以了。